今天我来到了欢乐谷，没错，就是这儿。所以今天到底是个什么任务呢？让我们来拭目以待吧。到底什么任务啊？我陪你玩啊。你多大了？六岁。六岁啊？你想玩什么呀？欢乐谷啊。想玩什么？所以今天这个哥哥去哪儿，就是一起玩呗。你想玩什么？哎呀，那走，我们进去，我们先进去啊。那我们走了啊。哎呀，哥哥帮你赢一个娃娃回来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先试一局？可以试一个。可以试一个啊。撞不撞不能撞，对吧？哎呀！我现在开始啊，对面底下这一排来打，加油！好。好，继续再打这个，再打第三个就是奖了啊！加油！哎。有中，打得有点高，第二局打另外一组啊，砸另外一组啊，就是俩投一局，加油，好，别着急，就到了几，就算三个吧，三个，这是三个吧，一要不来一个，加油，还有一局，我砸这个。接着再砸这个，再砸一个。他一共中大的，中个小的，你喜欢哪个？中哪个？小的，一喜欢哪个？这种，别看你小的，你喜欢哪个就哪个。粉色的还是黑色的？粉色的。粉色的。对。哇，谢谢谢谢。走。哈哈小老虎，小老虎不是小老虎，不是小老虎吗？小猴子，小猴子不是小猴子，小猴子，小猴子，大鸡鸡，小蜥蜴，小老虎。特别吓人，魔鬼不怕吗？胆子那么大呢？摸过蛇呀？摸过蛇？蛇挺好的。什么蛇？毒蛇。哦吼！耶！第一，我们去玩跳楼机，好不好？这个小跳楼机，
走，我们去跳楼去喽。一，这个我不能做。一，这个我不能做一。那我自己做呗。好的，那你去吧。去吧，你抛弃我，去吧。完了。一哥在这等你，等你啊！哎，一，一，哥哥在这等你啊！他没有看呀，哦，刺眼睛。这也能玩？爬上去，爬上去。对吧？小朋友跟大人能玩吗？来，把抱上去，把抱上去。哦吼！我的脑袋。咦，你胆子挺大啊！你胆子挺大。怕吗？怕吗？不怕。不怕吗？你感觉很怕哦。哎呦，姐姐说完了。怕吗？怕不怕？不怕。没有。没意思啊。第一嫌没意思，第一嫌没意思怎么办？咱们去鬼屋呗。下一个场所就是鬼屋。我，那必须的，那是，哎，我就喜欢鬼屋。没意思啊，一。咱们去个有意思的地方。那我们说一下比较冷的一个项目。嗯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一个项目。没有意思。没有意思啊。那咱们去个有意思的地方。都没有。咱们去个有意思的地方啊。啊，因为这样比较方便控制它，你知道吗？控制住它。对。走嘞，过去。走嘞，过去。走嘞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一点都不冷。今天二十来度呢，怎么冷呢？啊？这个也没意思，对不对？这更没有意思。他说更没有意思。这个呢，也没有意思。哎，小儿科，幼稚。他们哎，他们是不是特别幼稚？你等会儿进鬼屋的话，他就大蟒蛇来吓你。就把你，他会来咬你，啊？那是鬼屋吗？去过吗？这其实是不是很温馨？揪住后脖颈，揪住后脖颈，揪后脖颈，揪住后脖颈。很尴尬，不是有点尴尬？进几个？要进？你哥进三个就可以得奖。进三个就可以得奖。哦！哎呀！一个。知道了。我去两个。哎，可以得奖了。哦，这样。想哪个？
我们有这个兔子要不要？还是要这个？这个绿猪有点难看，要兔子啊，小兔子，来，小兔子，我们又有小兔子了。全虫在里面，我不想进去，我不想。哎，你要进去啊？你要去虫谷啊？我不想。小孩不让进。姨，我们长大了再来啊。姨，吃不吃冰淇淋啊？不吃啊？不。为什么不吃啊？让我吃。为什么不吃啊？妈妈不让我吃。为什么呀？妈妈不让我吃。就为什么不让你吃啊？因为我身高就是骨龄是七岁的骨龄，所以我不能吃冰淇淋。骨龄七岁就不能吃冰淇淋，为什么呀？我零八已成七岁，我身高是五岁的身高。啊，《果冻历险记》去吗？果冻。哇，好暖和，好暖和。我现在要跟依依去《果冻历险记》游玩。有点晕了。